什么音效？当然是乳摇的音效啦！相信呢，很多男性玩家们都知道这一款超多巨乳的神作《闪乱神乐》ST8688。现在呢，台湾索尼电脑娱乐宣布将会推出中文版哦！哦，我的天哪，是真的还假的？继续看下去你就知道喽。尺度无下限，乳量无极限的乳摇大作《闪乱神乐》ST8688，少女们的抉择。自从第一弹预告推出后，玩家们鼻血喷光了喷光，流干的也给它通通都流干了。而台湾索尼电脑娱乐更于上周闪电宣布，本作将推出繁体中文版啦。虽然无法和日文版一样在3月26日同步推出，但这对日文苦手的粉丝来说，不只能专心欣赏巨乳，还能完全融入这次的剧情。本作登场的角色是历代数量最巅峰，更衣室系统也进化了，玩家们将能与妹子们体验更顺畅的换衣之乐。当然也少不了各种新服装啦，到时候玩家们一定要自己来体验中文版的乐趣所在哟。